这是为大家准备了战斧牛排，然后待会会帮你们分好。OK OK， 哇，这用看的就了不起了。真的不是，我没有蒸到的。小哥是完整的。他现在不在，你可以讲一些真心话了。他表现的 OK 吗？也好。有可能哈，娇气压轮，没有没有，他在这边刚开始还不习惯，现在已经完全融入了，融入。像他们这种个性的人，你把责任给他，他负责，他就会哦，这是我，然后他就会很努力去把它做才是这样，给他一个使命感，而且要很尊重他们啊，比如说我们。定菜色，我都说好，来主厨你说，来我先不要讲了。喂，太明显，太明显了吧？我在跟店长聊说你在这边的表现怎么样，能不能放下身段这样。身段是什么？我有胡言一对，我有对神回复嘞，对啊，傻了，对啊。哎，他现在鬼鬼在干嘛？其实我来是为了他嘞，鬼鬼哦。你们一起，鬼鬼在。在切牛肉，他一直在刁难店长。对，大家不要骂他哦。不会不会，里面只有我不骂他。因为我在那边，我比他们长几岁嘛，哎，我总是要解决他们之间的冲突。可是厨房像战场，小朋友能调试吗？他们这种年龄的，他们已经第三次了。哦，其实不瞒您说，第一次就吵起来。哇，搞到吵起来。这是我们的第一道菜，太好太好，红酒炖牛肉。这面包去特别挑的，搭配的是我们的法式圆面包。法式圆面 ，sorry， 没事。然后这汤匙，老师你在赶苍蝇哦。它是蚊香，好好好，这边应该是每次换家，郭老师都是他做的。哎，你好，香哦，你够厉害的，真的，继续努力。我真的无法自信，你有办法做这么好？今天炖了快8个小时，我炖那么久？炖以后，然后再让它焖一下，等一下醒面一样，让它醒一下，味道会炖出来。对对对对对。哎，这个有没有建议的吃法？红酒炖牛肉本身它带的酸味会比较多，所以如果会觉得口味太重的话，可以沾一点面包。你用哪个部位的牛肉？牛肋条，带油的牛肋条。用了牛肋条，牛肋条。我使用了很大量的新鲜的番茄，对，洋葱跟红萝卜下去慢慢熬煮熬煮，所以并没有用到什么番茄配食那些东西了。有用了那个，对，一点点，因为我还是希望可以用原材料，对，新鲜的番茄，所以时间上会好。你看压力是不是很大，对不对？啊，他一直在拷问他。对，红酒用了8分。我是故意的，你不要再逼他了，他讲话已经开始结巴了，他自己做的啊。你们慢用，你们慢用，他里面还有东西要。他还有五题要问。还有，他还有。老师，你先饶了我，因为我怕等一下会出他的。他后面的菜了。牛肋条是牛在哪里？你问。你上网查。你上网查。以后他们店长看到这个人在附近就拒绝，拒绝接客。他在门口贴我的照片了。